攒钱买房子了，是经历了什么吗？从没经历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不对，就是那个，就是突然醒悟是吧？就有一天某一天早上醒来，哎，没有，不是这样的，没有，那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二姐他们家里人说我嘛。哦，说你，然后你生气了。没有生气，我为什么要生气？不开心了。才没有，不是，你怎么把我当傻子一样？哎，我可没说啊，这是你自己说的。哪儿呢？在这儿呢。挖呗，走吧，挖呗。 这四方三方有人呢，一号怼他。我们去他们那边帮他。OK。两个。 我没跟你说话呀，刚才我半天没跟你说。你刚才跟我唠嗑，你都把我心思打乱了，我本来满脑子只有游戏。你心乱了吗？现在满脑子都是我。啊，这可不行啊，妹妹，这可不行啊，你男朋友可能还没分手呢。哈哈。我说不会的。 有车了，又有车了。你老问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不要问那些东西。心乱了。他想停。还没停，他不停，我操，怎么不停啊，我兄弟？进来了，给我干蒙圈了都。 你要回来找我们吗？我能回去找你们吗？那边有人吗？可以啊，我感觉这个这一把龙四城能嘎嘎杀。我没有卡，我回去吧。嗯，都行，或者找个野区躲下分。算了，我还是找你们吧，感觉不会有太多人。你还是躲着吧。 怕你来的途中嗝屁了。没事，我先把这个龙打了，我还有20分就上10星了。OK。 这枪太假了吧！就他，就他，跳头了！牛逼呀、啊，大哥，你好牛啊！ 有没有比你男朋友厉害？哼，比他厉害多了。我就说嘛，你看我嘎嘎猛，对不对？我就知道你喜欢猛的。OK 了。
你已经征服他了。哎，这可不能乱说啊，兄弟，心乱了，等一下妹妹心乱了，妹妹要上分了，心乱了就上不了分了。你老问我，我都本来是认真打游戏的那伙儿的，都沦陷了。我还在老位置等你们啊。OK 啊，老位置。后然后他老跟我唠嗑，我老死都怨他，要不我就怎么愿意。你看我还带你吃鸡呢，带你上大分呢，怎么能怨我呢？你看我对吧，我一个人在你嘎嘎乱杀，你们在你嘎嘎倒，我都没走，我都没有抛弃你们，你怎么能怨我呢？对，你没有抛弃我，让我很意外。你可以呀、啊，你没有抛弃我。正常来说，应该就给我抛弃了，我都让人抛弃习惯了。啊，你让你抛弃习惯了？那你之前的前男友也是给你抛弃了吗？还是说你给他抛弃了？不是男友，男友都没有我。抛弃我的都是我把他们抛弃啊，都是你给他们抛弃了，都是你抛弃啊，那你有点牛批哦。我就啊，我觉得有的太粘人，有的太那个什么，有一个对我可好了，然后我就觉得啊，你对我这么好，太好了，然后我又发脾对发脾气，他都忍着，然后都气得他。打墙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行，他这么以后我们俩要是在一起长久了，那个我要是离不开他了，然后他会不会打我呀？我就跑了。你呵呵，对你太好了。你就对你太好了也不行啊。嗯，那你现在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啊？还好吧，他有的时候对我特别好，有的时候就会说我没见到，有的时候说你什么，他老说我没什么，他老说我那个啥傻了吧唧。那你觉得自己傻了吧唧的吗？我觉得吧，我就是比较实在，我们这边讲就是有点实在。可以，确实。我这叫实在，不叫傻，好吗？对。男朋友不会说话，给他一大嘴巴子。对。哎呦，我把门，你看你跟我说话，我把门都开开了。你附近有车吗？没有吧。有一个三蹦子算车吗？三蹦子有个摩托车。你们要不要去这呀？去这个海山呀？我可以骑摩托车去。我们去这个，你不是去南点这个海山。对，来电。好，那我开车去了啊。OK，先去吧。你先看看有没有人啊？那个地方经常有人。什么？等一下，我转一圈。没有人。OK 啊，我马上就来了。但是被锁住了。噔噔噔噔噔。
加他微信吧，兄弟们。你们要补偿吗？你要怎么补偿我？枪口补偿。哦哦，那不要。哇，来车了，来车了，前方有危险！来了，来了。牛的 OK 呀、啊、OK 呀、啊、真不错呀、啊、知道我穷给我送物资来了，我靠，我的三级甲，谁把三级甲偷了，我都捡个新的三级甲，他喵的，我的丢不下来，哎哎，怎么这个二级甲还烂了，我拿一 K 吧，算了，我拿一 K 吧。哎，快给我拿这个！哎，锤石啊，锤！我没捡锤石啊，锤石在这边。你喜欢锤石握把？对。是因为什么呢？你使用它的原因？因为它压枪。压枪稳呢、啊、嗯、哦，有道理。你们怎么啊、哎、我不想跟你们说话了。怎么了？我只是很好奇的问一下，你看你又想歪了，你不对劲啊，妹妹，你们不对劲，你在想什么啊？你怎么净想着这些？你问的就有问题。我哪里问的问题？那每个人用的握把不同嘛，我只是很好奇你为什么使用它而已。因为我们都用轻型。对呀、啊。嗯，那你们用吧，我用垂直。哎哎哎！你踩我头了。压得住吗？我想安静一会儿，不想跟你们说话。你这问的不对劲啊，兄弟，你应该这样问：锤子握得住吗？那锤子这么大，你看我们都用这个新型比较小一些。嗯，你怎么不说话了？我说不过你。你的手够大吗？哎呦！什么好啥？很正常啊。是卡麦了吗？我怎么听他声音这么小？我杀了一个人，美滋滋。你杀了一个？对呀、啊。你看，四号也杀一个。对啊，我杀一个。龙之中出来的，你竟然杀一个。无理取闹，没办法、啊。我卖猪肉、啊，我去龙市，买猪肉去超市买，怎么样？牛逼！来蹦子了，马路两个蹦子，
过来让他过来。他看到我们了，他看到我们了。哦，好吧。这学院圈怎么36个人？后面打车了。这么硬啊！他应该停飞坡了，他应该停飞坡了。你把拉上！我操，这他妈还敢开！好残呀！那个再打一梭子，绝壁呢？没子弹，捡点子弹去。标记了一处地点，把车开到这块去。那又上去车了，那个位置。来了是吗？他走了。后面有人。停了，那个人打起来，他们灭了一队。趴这边，趴这边，好兄弟。又来了。别打，他又过来了。二号，你往后退一点。风眼舔包呢？他看到我们的车，我车在楼下，他估计大家看到。我右边，我往左边来一点，要。过来了，先别开枪。好，可以开了。我靠！还有自救器。我靠！先要舔包。我要。我留着下吧。OK。前面自救器的，带你去舔个自救器去。啊，对，我要自救器。前方有危险。四号来了。这车坏的。我们得进圈了，我们去得把那个厕所给拿了。你们开车吧，你把车开上。厕所有人。你把，咱们车。走，下面的车坏了点，没事。还没人，来上楼。前面应该有人吧。你们在打哪？这个树在。前方有危险。哦，看到石头那儿有人，打残了，扔了一个。石头那个倒了。石头倒了。我脸上。
投屏断了，稍微等一下，兄弟们，倒了这个人，那就自救器。哎呦，吓死我了！有自救器是吗？搞一波，搞一波，好了。嗯，我捡了好多烟啊。这是什么圈？我们去谷仓吧，谷仓还没人，现在赶紧走。好，走。车废了。山上有人啊，有人在看。OK， 我爬在上面。算了，我不上什么。开下来了，一蹦蹦，想开下来。看到我们了，他又没下来了，他要抽我。干嘛呢？他怎么站着不动？三个队，四个队。这儿也有人。前方有危险。两个是。为啥我还杀了一个人呢？有几个？好几个。前方有危险。前方有危险。这个圈很难受。和院里走，先不着急，现在不着急走。完全喷着，这个圈不好打呀。双七在打架，打起来了吗？得走啊！别走，20秒，不急不急，不掉跟着圈进，跟着圈进，他们还没打起来。没山上的准备打我们呢。来，上车上车，都走了。警防区吗？警防区。
对，我觉得不是这个。顶还是顶？过去打他，没事，我自救，没事没事，我自救，你们打你们的，我自救，加个枪，他丢人了，门口丢人了。哎，我刚好，哇，这个雷，真妈的！你们有自救器吗？有，我有。别冲你，别冲就好了，等他们救人。你别冲，好兄弟。你有雷吗？往楼上扔。救我一下。倒倒一个。别冲，一楼一楼一楼小阳台有一个。别别。啊，等这个，我应该爬一下了，爬到后面，或者说爬到小房间去里面。丢雷不是自救的，前方有危险，标记了一处地点。有的，最后一个了。左手石头，左手石头。牛啊牛啊！牛啊牛啊牛啊！牛啊牛啊，我被雷给炸死了，好烦，刚刚自救起来又来雷给我震死了，牛逼啊，真的是感谢大哥带我玩，开心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哎，我今天上了多少分了？谢谢季晚凉送的三年同心卡和两年粉丝卡，谢谢。这把航线好远，换一把吧。来嘛，换一把嘛。还没加入微信呢。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标记了一处地点，标记了一处地点，标记了一处地点。富婆呀，以后大哥才有钱呢。富婆啊，一号。谁是富婆？我满身家当就20万，然后20万还不付啊？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你那是实打实的那个票子啊，我们这是虚拟的。那你
你们说明你们也有票子呀，所以才会有钱搞这些虚拟的呀。我没有，没有票子，没有钱，所以才搞虚拟的。我这不行，我这正攒的还没有人家挥，大手一挥，那啥那个多呢。太低调了，妹妹。不能太低调，怎么办？加不起油啊，妹妹。你得有大本飞机，你不开。油太贵了，加不起。一桶油一顿饭钱。一桶油两块钱。那是我的饭钱，两块钱。两个馒头，一包咸菜。两块钱只能买两个馒头，买不起咸菜。我操，好多人抢那个房区啊！我们去前面。清风，清风大分了要。我们去前面，不要慌，不要慌。哦，前面没有人，一个人没有。前方有危险。这块还有人，有一堆。没事没事没事。哪里有没鸡鸡、啊？快跑、啊！跑慢了，掉大分哦！快跑！快跑！快跑！我操！我先用摸张卡再说。笑死我！我上来把他掏枪抽了。在下面，他们在下面。要打吗？来，把外面清了，把外面搞了。不打外面，打里面。打里面。我这里有物资。打里面吗？打里面，不打外面。来，外面过来了，小心啊！走前方。我先把里面打了，后面人说，先前面，我操，人头没补，我靠。我操，被外面偷了。这里有三拉的。nice 后面来人了。哦活。我怎么断网了？我怎么断网了？哎呀，我断网了。二号刚才你可以回来的。去哪呀？你们能听到我说话吗？可以听到。我们去。我刚才那个网，它就是在转圈，然后一下就卡出来了。我靠，去哪里呀？我们去渔村吧。我们刚才没有断网，我在断网，就是头次打不过，我真无语。
烦死了，真是。这波我的。没有，不是不是，我是我只是刚才说那个啥断网的事情。为啥无缘无故断网？真烦人。你家 WiFi 不行，你来我家吧，我家 WiFi 好。不是，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 WiFi 也好，嗯，我家 WiFi 也好。你看，我们都没断网，说明你家 WiFi 不行。二选一。你们能不能不逗我玩呢？没有逗你玩，认真的，真的。对啊，我家 WiFi 最快。我家 WiFi 也快，我家 WiFi 两。你家 WiFi 不好啊，会断网。很奇怪，刚才。小心点，会有同行飞这里。嗯。下午去打大陆赛了，这把加个妹妹微信啊，皮老板来了。这个二级甲，我这里有物资。老板二哥黛西，哪里有二级甲？捡了吗？不要了。OK， 那往前收吧。哇，这都被你们收了。哪个知道我是主播？四号。一号，快点跟上，等会要被偷了。来了。但昨天和我一起玩过。四号不是，四号是那个 T9 的粉丝吧？他不要了，他不要他的 T9 大哥了，他跟我混的。右边防区人机收的，那边有辆老爷车跟我去开。 OK 啊，来了。你们要三倍镜吗？三倍镜有。我那块有个蹦蹦，四号你前面。标记了一处地点。那是蹦蹦。去十二宫搜一下。我这里有物资。
我这里有物资。年兽改了吧。妹妹，你什么时候上班呀？哦，初七。初七。嗯。今天初几啊？今天初五。这么早就上班了吗？我还没，哎，我靠，我什么都捡不到。哎呦！那你上班了还能玩游戏吗？能啊，我现在我白天就可以玩。白天玩，晚上上班。嗯。那我可以找你一起玩吗？你不嫌弃我菜吗？怎么会嫌弃你菜呢？哇，好有钱！大哥，你是真的有钱。那我可以加你的微信吗？我这么有钱。加呗，反正打游哎，二号可以一起打游戏好吗？真的吗？你有点让我不敢相信，你知道不？真的。加微信一起打游戏啊！我给你发微信号。好。我怎么感觉小孩都在笑我呢？为什么要笑你？他不是小孩，他不是小孩。我给你发了，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是。他加进去了，是吗？就不动了，怎么动呢 ？OK 啊，我看看啊，这么快吗？不要让他男朋友知道，整的像偷情似的，这样激动能咋？他还在呢。这哪里？就玩游戏而已，对吧？这好不容易有个大哥带我，我靠！你加了吗？加了呀，你是加？那为什么没有看到？对对对，那可能是我手机有点反应有点慢啊。你看你家网根本就不好，不是不是网不好啊，我家网老好了，可能是我手机不太好。哎呀，没有的，还惦记你家网呢？还惦记我家网呢？我家网刚刚好。这有个，哎，这有个幺六，拿不拿？幺六幺，那大哥，我给你个好东西吧。要给我什么东西？我暂时用不上，那。六倍镜吧，我有了。嗯，哦，那你俩拿着吧。拿着。你有啊，都有。标记了一处地点。给我吧，给我吧。你有三倍是吗？把三倍给我吧。我没有三倍啊。啊，那你拿着吧。嗯啊，行吧。给你们，我暂时用不上，没有枪。你拿这个幺六不行，不就行了吗？幺六，算了吧，给你用吧。不是。OK 啊，你就是好心人，好吧。嗯，这个他也有了，算了。你又要给他什么？害怕。快酷。啊。
怎么看不到你朋友圈啊？我朋友圈都不怎么发，只有三天可见，为什么不能看半年呢？我昨天不是发了一个吗？啊，我想看你半年之前的，我想看你化了妆的。化妆的，我找一找啊。嗯。我给你发一个。OK 啊。发一个化妆。发。好东西。化妆。好东西是不是要分享？这个东西要吃独食啊，这个。行。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哇，这么好看的吗？这纯纯的御姐风啊，有吗？我就喜欢那种短头发，然后御姐的那种。看你这个穿着，应该是穿的黑丝的吧？是不是？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看黑丝？你要给我看上半身？没有拍到，就是拍上半身啊。你上班时候拍的？对，上班。你咋知道？你又没看到。你刚刚说的呀。对啊。你刚说的。走走走，我们走了。我上班穿的工作服。吃独食。等一下，别急，等我进个圈先好吗？你们公司还可以发工作服吗？这个？哦，对。就是类似于西服的东西啊，然后再配黑丝啊，对，然后嘎嘎有气质，哇，纯纯的御姐风。有御姐吗？我就感觉就那样吧。你说的这几点不是我理想型吗？走，进圈。走。去海山吗？还是木板房？我们去那个，哎呦，这个圈儿，小皮神不太好。我们先去这儿吧，难点吧。有人封烟，前面，后面那边有人封烟。OK 啊，看能不能抽一手。我根本就抽不到，因为我没有背景。走了。我们走了吗？哇，有包！左下。过了。还有。上车。还有自救器，估计。应该是。有包，舔个吧。一波就发财了呀，直接发财了。这谁的手啊？这一号。猴子不能停的吗？这有自救器啊，这个包里面。标记了几百敌人的箱子。来了，我来拿。有人来人了，快走！来了。防区有两个，我操！我被扫下来了。我没了，你们加油！防区有两个，防女上有。封烟，还有烟吗？现在可以给你们看。没，那个没了。好看吗？拿个枪先把防女的赶下来。防你该赶下来。哎，我靠！这有自救吗？我没有。啊，死了！牛的！牛逼！加油！还有七个人啊！你被炸死了？对，我被那个车炸死了，他非要补我，没办法。谢谢力哥，谢谢力哥的新春晚会，谢谢力哥。
这个人怎么突然在房顶上开了？炸钱！谢谢你哥的新春晚会。他留人了，在房顶留人了。哦，然后有两个骑着龙的小。群大消息。对。好看吗？大哥帅不帅？看我直播操作。相当 nice 好吧，嘎嘎帅啊！对，我不说话的时候，然后还是挺好的。啊？为什么？哦，我懂了，不说话的时候嘎嘎猛是吧？不说话装高手。嗯。对。一说话我就蒙圈了。嘿，四个人头都是车炸死的，我就会扫针。天啊，美滋滋啊，美滋滋儿。哎，这是啥？啥也不用，还有个自救器。黑丝，黑丝我也没看到呢。我自救器还在呢，还没用，你可以捡的。嗯，他俩捡。我没捡，我捡一下。我的三级甲应该还是好的。来电话。他是真的肥，两个快碰了。哦，是真的吗？我来舔一舔，让我舔。我已经舔过了。舔什么？舔刀吗？我去上个厕所。舔什么？来龙了，来龙了。找一个。房里下来了。他要救人。房里没人。我下来了，哎我操！牛逼！他们有狗杂，我靠，真肥呀！走吧，好像三打四估计。哎，下来有点凶。这个你能你们开车？你们开车啊？我开吧，我开吉普。不是有个蹦蹦吗？我他被打坏了，我去拿吧。那块有个蹦蹦，前方有危险。有个蹦蹦。嗯，我挂换了，我知道。那还有一个那个。前方有危险！我们开车吧，这破龙不好。啊，我在呢，我刚才接水去了。哦，看我淘汰狼。看到了，杀了六个，可以啊，这把加大分了呀。必须的。你这把打完是不是11血了？嗯，没有，还得差一点吧。还差一把，可以。不是，是十星，我还没上十星，怎么还没上十星吗？对啊，我刚才是九星。那再打一把应该差不多了。这个空投，我哎呀，再打一把哪有加100分呢？那不对呀，你都和我打了好几把了，为什么还没有实现？你是不是看错了？这把差不多就实现了，差不多。那对呀。哎，不会，我打到4点钟，我就有事儿了。好，我也打4点钟。他去了，我知道。
你在这粉现在照片刚才不是看过了吗？房顶，房顶，在房顶。看到了。黑丝没有黑丝，他就两张照片，一张是化了妆的，一张是没有化妆的。还能这样了？应该是 四个还是几个呀？应该是满编，应该是满编。看到三四个了。看圈怎么刷不？呜呼，呜呼！哎呦呦呀呦呀呀呀呀呀！干嘛去呢？你天出头去了。妹子沦陷了，要一下肯定给，没那么快吧？这才玩了多少个小时啊？这才玩了三四个小时，妹妹就沦陷了。妹妹都好快哦。看这个圈怎么刷吧。嗯，你房顶有一个，肯定是二号呢。不可能，不可能。完了，我擦，我差点给他们了。有雷吗？二号。有三个。来，不对，一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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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雷，我只有火。火给我。你们可以留一个人架枪，然后两个人顶那个三层楼去。看到了，反斜那边。不要停反斜，反斜要挨打。你往右边开一刀，我可以给你支架。那个反斜，那个反斜可以待，那个反斜。对，就那个反斜。前方有危险。嗯，可以。可以拉一个到山上去，把那个房顶的赶下来。那个四号去吧，四号。你在这里架着妹妹。标记了一处地点，好像下去了还是没下去？他是不是换边了？换边了，换我这边了。换边了。嗯。倒了，可以压近点了。封个烟，妹妹封个烟，哇，直接干拉吗？很牛。干拉没时间封烟，没有时间封烟。外面墙角有人，两个。可以，最后一个，哎，补的。牛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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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了十八分，嘿，美着真儿，实心了，实心了，嗯，打吧，你们打吧，我强制了，你强制了，好的，嗯，招募一个。嘿，别发呆，看我造型。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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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打不了，好兄弟。扣了我一分，是没杀人。我操，数据发生变化，我操，着了，刚才发的微信号，着了，大姑在吗？大姑，
大姑，大姑在直播间吗？刚才发了微信号要被强制下线了，大姑，大姑不会睡觉了吧，大姑？走啦走啦，不会吧，大姑，没有发微信号要被强制下线了，完了，我大姑睡着了，对方无应答，着了着了，那只能打到都在了，跟他说一下吧，说一下我强制了，大姑睡觉了，他昨天晚上通宵了吗？对，强制了，我不玩了，你们玩吧，来来来，兄弟们，房管群扫码啊，我们搞大陆赛去，好吧，房管群扫个码，搞大陆赛了，噔噔 ，BBQ 的，换个号。哎，没人扫吗？没人扫，直播间扫了啊！来来来，王牌的啊，兄弟们，扫个王牌的。看一下去，皮老板的 YY。噔噔，二百不在。噔噔噔噔噔，大叔，这是哪个兄弟的号啊？这是。棒棒棒棒棒棒，黛西，黛西黛西，难兄难兄，难兄难弟，呼啸难兄。在了，我在我在我在。你 OK 了吗？怎么了？你 OK 了吗？ 就我们俩吗？没有啊，四个四个，二哥泼皮，我们四个。OK 啊，我 OK 啊，那我退了啊。哦，啊，没没别别别别先先别急，我操，他们俩还没来，我就叫他们俩，好吧？何群也在啊，有何群泼皮。OK OK， 皮老板还没上线呢。我打不了了，我先退了，兄弟们，我打不了了，我先退了，不好意思，我也是。皮老板还没来呢。欢迎粉子哥，粉子哥，你今天来晚了，错过了我的很多个精彩高光时刻。谢谢东爱吃运送的盛典办卡，谢谢。我看皮老板什么时候来？最高的就15.96分钟，剩下的看到我30分钟，31分。然后今天啊，随随便便19、18、17、12，这个地方还有一双38。噔噔噔噔，我看一下我今天上了多少分，我去看一看。添加好友，我练出来了，bro， 我的啊，怎么了？练出来了 ，bro， 练出来了吗？那嘎嘎猛，嘎嘎猛。哎，我操，怎么看不着战绩？
看不了，上多少分、啊？我上来看，我想一下，我今天上多少分来着？零杀合一个，那不是很正常吗？他们在哪？他们怎么说？还没来呢。我六个幺一个，我先组个队。好，我换个号。我是多少？十二星零一十四分吗？还是？我想不起来了，我操！人麻了。意外，偶尔有意外很正常嘛。直接刚才给一个妹妹看着，她说我好热呀、啊，看着我好热。看着我好热，笑死了！扫个码啊，红锅兄！嗯哼哼哼。我叫二哥打到的赛了，二哥绝对圈。哎呦，我操，这个反杀了！我给皮老板打个电话。哟，我操，他妈刚看二哥，这来死了！啊！操！他妈的，把老子机械发打的一个不剩！大豆，大豆啊！哎，皮老板，快来了吗？喂喂喂！喂喂！我操，听不着啊！我靠！我感觉这淘汰榜比这个总分榜好上多了。三等一，三等一。什么？跟我一块进圈的大兄弟才是最大的威胁。他死了，我就可以随便带这个坡走了。他死了，我就可以随便带这个坡走了。六个幺一个我，六个幺一个我。OK。OK 啊，我在上号。今天我要把我失去的统统拿回来。哦，我很喜欢你这一句话，我很喜欢。我从过完年2022年，虽然我们没有打过几把，但我算了个账，已经有了500家的豆出去了。打了大豆。你要把你付出的都收回来吗？今天状态好，大豆应该可以收一点吧。我操，你们状态都这么好啊？真的吗？我们现在的外围很吓人，有了那个外围之后，每一把都必须要拼命打架。那个啥，压力很大。我晚上有个和抖音主播玩游戏的活动，8点，我找他来打大豆赛了，不然我也不知道带跟他一块玩啥。8点，可以可以，把他带着玩大豆赛，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预约8点场的，感谢 QG 浩宇的万卡，而且你别瞎搞我的万卡。这个那个主播是谁？预约8点场的叫叶晨，
有没有预约八点场的？可以啊，可以啊。把失去的都拿回来预约八点场。是慧慧吗？可以，我陪你。哎，对，是慧慧。机会来了。哦，我的慧慧这么好看呢、啊。对，很有味道。这个慧慧，这个名儿、这个、是李明阳心中的风。什么玩意儿？你自己心里有点数，你叫啥？还有谁啊？还有皮老板，他马上好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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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最帅的还是那个带翅膀的，欢子。八点场有预约的，八点场有送豆的，不把握一下。我今天来不了，我昨天晚上答应要带粉的。清风呢？八点场要不要预约一下？八点场可以啊，来嘛！不新来的不得给他上一课吗？对不对？嗯，新来来了不就玩一次吧，人家。还有谁？玩玩。皮老板，皮老板，我给他打个电话。喝皮吗？是皮老板。嗯，催他一下。多久？要多久？要不要掏一把？掏一把？来呀、啊，掏一把！来呀、啊，掏一把，我给你掏一把。来来来，谁去叫人？谁来掏？我来掏，我来掏，我来掏，我给他掏一把。好，试一下，加好友，把好友加上，等一下拉我。哦，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是吗？对，他来了。来了吗？啊，那不用他了。八九六三。我告诉你，带人四百三十八杀，带路人三十一杀，这么屌吗？三十八杀，嗯，哇，今天这么猛啊！哎、今天带鞋，多了就不说了，自己品，好吧？坏了，坏了，坏了，完了，完了，坏了，坏了，我的机器人他都笑了，我操！坏事儿呢？坏事儿！我的四级包都笑了。我看这个四级包每回笑的都很是时候，怪不得你要说那个你要把所有的都收回来，原来有底气啊！今天我要把我失去的都给拿回来。人家打单排杀了个二十六杀，可以可以。真的假的？单排二十六杀？我都状态都这么好的吗？我三个号，我去。OK 啊。三号啊，老皮。老皮的，萌萌干，找连三、啊。你别提你给我做的那个海报了，兄弟。那他妈，我发在群里，谁看着说是要给我送的？我看着也有感觉。你要是我看到了。那个 BGM， 那个 BGM 配的相当到位啊，那个精髓啊。你看那下面那几朵火，好像配的花挂在旁边一样。感觉要走了。我今天不可能成为赞助商吧，虽然说我今天状态不好。今日温度哈、啊，目前是零度。你那家里不是暖气吗？地暖吗？我看你温度是随着豆子增长而增长，昨天负180多度，后来到负31度。你那个手机的商务是索尼的手机吗？还是什么手机？谁呀、啊？你不是这两天用手机在打游戏吗？是有活动的呀。轮播，超管让开轮播。哦，就放了以前的录像。啊，超管让开轮播，说什么什么玩意儿不达标，我们都得开。哎，这个号主是谁呀、啊？号主，刚才没看到。我前段时间不是
对，前段时间不是有几号到几号，只要保存播，他给你加10%的热度嘛。我好像掉了两天，他给我扣了，我操！那你肯定是没播、啊。对。OK 啊，来开始啊。他说涨热度，我也没看见涨，带着扣子是真扣。对，扣是真扣了。还没。结束吧，那个活动。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对啊，加油，特种兵！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活动？钱太多了。队伍卖，队伍卖。改个天位啊！播十几，播半个月，每天播4小时那个。春节连播，一个月，让你春节不休息。好，游戏卖，游戏卖，游戏卖。第一把，那个外围还是淘汰王吗？全拿。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淘汰王。各位特种兵，请准备。好，就是外围要达到淘汰王的标准。就谁杀的多，谁拉吗？杀的多谁拿呀？就是3-1嘛。对对对。啊对。我还以为要给他加个淘汰王的标准，那就有点难受了。这一把去哪儿呢？好久没跳学校了，跳个学校吧。哎，谁？哎，怎么回事啊？我去，哎、那我去机场那边。被带走了一个。我被跟随了，我搞成以为是我跟随别人了，我就脱离，结果没脱离，我发现是离开，我傻了。我操，这么多人！我靠，这机场疯了，这机场。完了，BBQ了，没刷车。12个人抢一辆车，离谱！
还挺肥呀、啊、这里。但是没车了，车被他们开走了。快出来，快出来宝儿。刘备进，哪里有刘备进？我落闪到那个楼里，几楼啊？我怎么没看到？呀呀，皮蛋儿啊，嘎了，嘎了，我嘎，嘎了，我还以为能跑过来呢。李明阳，左边有人机，李明阳。啊，是走啊。贫民窟的方向。的平原上吧。看到没、哦、真有。这下不用刘备去了，我有了。要不你饶过他，让他给他救活吧，给他个自救方。人机给我捡了。哇，这么爽的吗？这个学校，我杀了四个人机了。杀的都是我的人机，好、啊，都是从你那边跑过来的吗？我没有赶到跳点，所以那个人机就赶到学校去了。哎呦，哦、你又嘎了一个，又嘎了一个，我他妈还没看到过人到现在。N 岗会有人吗？机场有人，机场的兵我剩点吧，我补了点。机场现在兵也用不到了，有龙的。一个龙他妈下来四个人。这不科学、哦、又烂一个，嘎个掉，又嘎了一个，这个人不科学，我捡点子弹了，子弹不够，昨天我
装那个谁什么库阿修清晨伞兵那一波，他们下来也是四条龙，给我吓尿了。你还撞他们呢？啊，他们干我宿舍楼有库阿修五个头，我打完五秒解决战斗，我被干烂了。他们告我是四个职业，裂开呀！那子弹不够啊！你这已经六十都到手了，打了四个鸡哥。四个鸡哥六十都到手了。这也太轻松了吧！我不服。我先开枪被他反秒，你瞄了麦回你们。这什么东西啊？达标不了了，这队人从哪来的一个龙？他用红包枪调戏你。嗯，你这里能忍？我这过不去。你放我直接干他过去，跟他干了。干什么枪啊？不知道，没有。红包枪，红包枪打你的吗？不会吧。他们不过来，反正我就直接干他过去干他们，我忍不了。嗯，你在怂恿我。哦，可以。哦，我操，补了一个还，你打架了。我呀，什么鬼？冲！冲！他们现在打架是个好架的好劝架的机会，没有机会管理，你从这边门口直接干他过去，干他！感觉这已经有点猛了。着了，我偷兵断了。这怎么跑掉了？我不理解。我也不理解，我不相信。我他哥偷兵断了，刚才听不到声音，我靠！死一个！啊，这个角落烧不到吗？哦，起格了！啊！这不可惜加遗憾呢，你能再坚持一枪就没了，真的。
真的是可惜，运气好了，操、哎！烦躁我，过来了，金圈。哦，正好投屏断了，我靠！金圈，金圈，金圈，我舔个包好吧，我舔个包。糟了，糟了，糟了！嘿嘿，我不理解。那方面最可惜的是第一个波拉雷过来给他打的。我不理解那一波，我不理解，我奶奶都能把他杀了，运气好呀！走了走了，进圈进圈。过桥圈啊？哦，不是过桥圈。好了，开车键没改，可以改一下开车键吗？进去再改，你这个在破六进前五了。边开边改嘛，边开边改。OK， 我改好了。糟了，轰炸区啊，可以绕一绕吗？跑快点就没事了。我感觉你们就想看着我被炸死。六十没了，几老板？六十，没事，问题不大，问题不大，第一把。千刀万剐，不服头一把。杀我那对开龙的呢？不知道哟。一个龙四个人落到我脚底。应该就是他们在亲人的。哦，玩战术，细节。车停下面，人在厕所。哎，哎呀，哎呀呀，狗醋。这么一波操作，感觉是没了，出事了。稳住，稳住，掐大道。这万万没想到啊，第一把胡的竟然是我。还不一定呢，你再独来我，这么大个圈已经没人了，有人在亲人，应该就是那个打二哥那对骑龙的，话不能说太早、啊、我操，有个车应该不会发现我们，我操，过来了，准备好手雷，哦，进圈，那个圈我去渔村，他这个滑板是以后固定都有了吗？没有啊，肯定靠你自己捡的、啊、冰雪赛场的呀。哦，端游现在有自行车了，什么时候手游出来？手游自行车不得打烂吗？那代步呀，他跟端游一样的设定，就是你点那个加速键点六多块他就跑六多块。哦，哦，很熟，这一幕很熟悉，好像在哪里见过。嘿嘿，这谁来啊？这个厕所，
满编队肯定不会来的。有的时候打三个之后，对最后一个人来讲，真的没有任何竞争力。哎，躺平了，直接就。一把七个几个，这把七十二，怎么还不掉人呀？等等，我很心急。他们在排查你的车，难道还没有？汉堡，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哎呀，这一个人过来也不够打呀！害怕，他都有队友呢，他是。还在那里逛呢，刚什么枪？不刚，进了前五再刚。之前我就是最开始打的时候，我操，猛猛乱杀。一直猛干啊，他拼命的交学费，现在我学会了，又来了，可以操作一下，不会吧，门口有桶油，然后有人车没油了过来捡桶油，没那么费时吧。我他给他捡进来啊！我捡进来吧。他们说这桶油可能是个伏笔。那你就直接给他捡了。直接给他捡了。你们不要提醒啊！你们真的是傻。又来了。他们来了。莫兰博基尼。应该不会发现我吧？这是谁的大瘤子？我的。你的大瘤子吗？洗奶是吗？你说。没，我说是谁的兰博基尼。哦，不是，我以为我刚好在喝奶。哦，快杀快杀！天我了吗？没有没有，还没有。就在我头顶呢。出去啊！啊，我不去，我不去，我前五了再去。闪击，空降厕所，四个人直接空降厕所。不会吧？这么一个烂厕所，这个自闭的厕所都有人来？那说不准了，中心点。这个厕所位置老烂了，应该没那么多呆呆吧？只有呆呆才来这个厕所，除了我之外啊。哟，还在打架，可以，赶紧打，使劲打。很煎熬，真的。很煎熬。很煎熬，我们很煎熬，真的。快打，快打！还没前五。
附近怎么有雷声？有个燃烧瓶的声音。对。他在干嘛？他上那个高架。嗯。这不偷他吗？这。忍住，忍住，忍住。你看蹦上去了还。真的，这不嗨他一下，吓死他！不不嗨，顶钱我要紧，都已经苟了这么久了，不差这一时半会儿。他应该不会发现我吧？他怎么往我这个方向看呢？他都在观战，我想观战吗？妈一个龙骑我脸上四个人，我操！甜蜜圈啊！你我都不知道哪来的，我操！这个绝对凉球了，凉球了，我们凉球了，上下一架，厕所无敌，几乎没人管。谁来这个厕所？没人来，稳了，稳了。等一下前五了，我第一个打的就是他。还在顶上吗？你现在就给他秒了。我不秒，秒了我就没了。怎么可能？他一个独狼。他怎么可能是独狼？他必不可能。他要是独狼的话，他怎么敢站这么高？他就是站这么高。我不骑到骑车。我不马上收大豆了。你怎么忍得了？我忍住，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行，我忍不住，我很多事情我都忍不住。我忍得住。所以说，还没进钱不？还没有啊。好，黄须扎人。有车为什么开到你近点来了？没有，他停方区了。就一个。又在那儿蹦。怎么他们不打架吗？这么小个圈儿。还不牵我。好、哦，可以，我操，黄丝圈，我操，真的，啊，哇，不会躲到最后被一颗雷炸掉吧？那不会吧？你们快打架吧，求求了！给我杀死他！真的很煎熬啊，很煎熬啊，真的。别！啊，你走。好了，他走了。你随便搞掉一队，我估计你现在是第六。嗯，房区有个独狼。那站这么高没人打。好，杀向人队，房区这一队要被炸死。打架了，打架了。终于有人。终于打架了。哎，前五了，前五了，前五了，你们怎么干？哎呦，没了，绝望了。
就你站得高是吧？嗯。脸上的脚步，我听到了。呜、哦！哎呦！哎呦！哇哇哎呦这我这么痛的吗我都趴下了还是给我打死了哦可惜了这可惜的呀北京我看他怎么给我打死了我他妈死太惨了啊，嗯，这运气有点太差了吧？打了我三枪头，穿了个烟儿。二狙，来！天哪！上来就没了六十，差一点拉满了。这叫开门红啊！开门红。青岛的冬天又来了。你已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加油，特种兵！战斗18啊，180大盾。我一定要赢！我一定要赢，是这样说吗？怎么说那个？我也不知道。一定要赢！一定要赢！老二这个更别说，一定要赢，不可以谁啊？谁也谁，一定要赢。这什么鬼啊？啊？喂？没有什么什么有奇怪的人？来个人头淘汰五人的。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各位特种兵请准备。起码得上升到七人吧，代谢。没有，七个人不就能赚豆了吗？定个小目标。对啊。标准不重要，气势到了就行、是。我昨天也送不少，昨天没送啊，昨天我赢了。我的标准。这几天我都赢了。你看我几分像从前，该交的学费都交了。啊、哦、好，黛西就是一月，上把跳学校四个人接，对吧？再跳一个试试。这样起，我一定要赢了。一定要赢。好像有想法呀，这一队。
他要来我的宿舍楼。在这儿，他们怎么都这么肥呀？还好在楼里面给我来了一把那个什么枪，维克托啊，不然我要嗝屁了。哦，对了，这号主是谁呀？我刚才问了半天，号主是哪位大兄弟啊？上一次也扫过。阮小雨吗？
我手速挺快啊。我记得上一次也是你扫到的。我现在不着急啊，现在杀七个就扔几个，就差两个人头，稳稳的收点东西。不是你，那是谁啊？这个号主，号主不说话，我下把就退了啊，我就换个号打了。这也被收购了，没有二级甲。面对的，之前说话后来走了，哦，我这都蒙起来了呀，都现在的年轻人，你们都杀起来了呀，李明阳。干嘛？三级甲五个刀，还带四个包，很肥的。不要，我是有尊严的，我不要。你几级甲呀？二级。三级甲，三级甲我，哎呦，什么补偿啊、清醒啊、扩容啊，杂七杂八。我都有。三级甲跟那些不在一起。枪都没有呢，这个人有点肥呀、啊。黛西是差一个及格是吧？怎么来错了？对对对对对，差一个。起来了呀，邪神的去哪儿了？